物點 translation。咁講完呢個咧，因為滑婆教咗噶啦，咁所以我就即係上咗啦，所以我就嗰度就下堂開始就integration 嗰啲噶啦。integration 會講埋個 way 就 change 啦，講埋唔係即係 way 就 change 都有嘅，不過就我 integration 講埋先，咁跟住又講埋嗰啲 change variable 啊，咁跟住講埋 matrix 啊，咁你預翻我。我到時候我再報翻俾你聽，嗱嗰度大約幾多堂喺度咯，好唔好？咁原則上面一個大 topic 一個堂啦，好啦。呢度咧第一樣嘢咧，其實我哋呢、這個 E 個 function 呢個嚟嘅。E x 係 x 一加 x over 一 effect 加一 x square over 二 effect 加 x 三次 over 三 effect 啊。好，第二樣嘢你記得咁啊，阿多立咪？好，第二樣嘢個 differentiation 呢個一定要記噶啦。好，我 remark 埋你，因為正話就翻住你嗰個問題我講啫啦。舉個例子，譬如嗱，如果 f pi x 咧，就 by definition 就呢個嚟嘅。delta x 出上嚟 ，f x 加 delta x 減 f x 除 delta x 係咪？好啦，但係咧，如果譬如 f 三咁點算咧 ？f pi 三，但 f pi 三嘅話咧，你就要將所有 x 變大三計出嚟啊！一陣會有呢啲數俾你做噶啦，三加 delta x 減 f 三除 delta x， 好。第三樣嘢，呢樣嘢唔等於嘅 ，f pi 三係不等於，呢個唔啱噶，唔一定等於。呢、這個嘅，其實我冇諗住講呢啲噶，不過即係我見到你想問我，咁我就答埋你啦。即係唔可以計咗佢，跟住再壓翻個三落去咁樣噶。呢樣嘢係不正確噶。咁我係冇 count 低人三毫咧，有。不過因為呢個係 out of your service 嘅，即係你知道佢唔等於就得噶啦。即係計還計，咁所以就咁樣好啦。呢個我唔同你温啦。x 嘅 n 次方嗰啲唔使温啦。跟住另外一個。cycle down 啲啦，阿多立背翻呢啲公式啊。好，另外一條公式要記嘅就係呢條。limit h 趨向零 ，e 嘅 h 減一 over h 等於零，等於一嘅。好，我寫多一條啊，就係呢條。limit theta 趨向零 ，sin theta over theta 等於一。留意呢個 theta in radian 嘅，咁一陣呢啲題目我哋都會陸陸續續會同你講咗噶啦。咁呢份嘢係咪難咧？in general 嚟講，我覺得呢份嘢就唔好難嘅，唔係好難嘅。好啦，跟住 differentiation 嗰啲嘢，多啦，呢個嘢點樣啲？y 等於 a 嘅 x 次方點樣 d 佢啊 ？take left hand law 跟住 d 佢就等於呢面就一個 y 啲咯 ，over 啲。呢個就 ln x 係咪？即係乘翻過去就 a 啊係喎 d 最衰你啦。係係係。你大份一陣，我阻住多啲。係係。有冇第二個方法做啊？我俾多個方法你啊，我黃然有冇印象？我講過有呢個方法 change base 做 E， 跟住就即係可以 change base 就 E L N 係嘛？跟住就將呢個 A X 搬翻落去。有冇印象講過？有啊，好啦，多啲用呢啲方法。好，跟住 D 佢。D 佢咧個 K 嚟嘅，其實 K 就 ln A 嚟嘅，所以掹個 ln A 出嚟，就直接乘翻 E 嘅 x ln A。我陳年都有問題，你攞出嚟問我。好，跟住還原翻呢個 A A 次方。好嗱，我停咗佢先啊。之後嗱，好啦呢度啦，啲 combine angle formula 嗰啲紙睇翻 reference 翻俾你，人有需要紙抄翻出嚟睇好呢條。好 ，x 趨向無限。example 一 ，x 趨向無限，上面就二 x square
減 x， 下面就係 x 四 x 二加二 x。所以呢種類型如果係 polynomial over polynomial 嘅話咧，就會抽最大 degree 嘅二。x 二抽咗第一個變咗二，第二個變咗一 over x。下面嗰舊嘢咧抽 x 二就變咗四加二 over x。咁跟住約咗 x 二呢兩嚿約咗，約咗之後。就變咗二分一啦，因為呢個係零嚟嘅，約咗之後呢個趨向零噶，呢個都趨向零，咁所以上面二 over 咁多。好啦，後面嗰條，後面嗰條 x 趨向零 ，x 趨向零，咁上面係趨向零嘅時候咧，二嘅二次即四，四減四係零，下面都係零嚟嘅，咁所以我要 simplify 咗佢先，點先咧？咁就唔係揾 Simpson 嚇，係。你中意點先都得噶啦，即係先到就得噶啦。減加 ，OK 係咪？好嗱，約咗呢兩個，約咗噶啦。二減二冇咗 ，H 同 H 約咗。咁即係話四加 H， 咁所以個答案係四。好，阿多啦，C 嗰條要點樣做？無限減無限嚟嘅呢個，全聲。前加後面 over 前加，係啦，即係成個加嗰嚿嘢，嗰、那個叫 quantity 啦，即係俾個即係比較有即係學術啲嘅名俾佢啦。嗱，上面爆開佢，下面唔使爆啊，除非諗住要爆啫。同埋呢條咧，我特登屈到你哋咧，要抽嘢出嚟嘅。好，上面爆開咗就變咗係 x 二加 x 加二減 x 二，係咪啊？嗱，咁你呢兩個約咗嘅 x 二同減 x 二約咗嘅，咁都係變咗無限 over 無限嘅。咁要點做呢？你當佢 polynomial 咁處理佢，咁佢就要上面抽，下面又要抽啦，即係好過你淨係抽啦。好啦，上面抽 x。就變咗一加二 over x， 下面抽 x 嘅話咧，嗱，留意啊，下面抽 x 嘅話咧，喺正常情況呢、這個 x 變咗一嘅，我誇少咗先啊，唔係我誇誇，呢、這個加一就變咗加 x 嘅，但要開封嗰嚿嘢咧，其實裡面就即係變咗抽 x 二出嚟嘅，所以呢個變咗開封 x 二第一嚿變一。第二嚿抽 x 二變咗 over x， 第三嚿二就變咗加二 over x 二。喂，阿楊榮欣，我想問咧，你係咪去咗學界啊睇幫人打氣啊，所以嚟唔到啊？好，咁嗱，咁約咗呢兩個 x 嘅時候咧，咁就開始 take limit 啦。阿黃友，呢個 take 咗 limit 之後，上面變咗幾多？上面剩下上面分子啫，一下面咧，二冇錯啦，因為呢嚿嘢係一嚟㗎係嘛，所以二嚟嘅，好 ，OK 未？啊多啦，咁呢個嗱，我哋用 first principle 去計呢嚿嘢啦，咁即係話 dy over dx 就等於叻咗佢做 f(x) 先啦，睇先，即係。一直有三條做嘅，咁好啦，即係 limit， 用 h 啦，好冇 ？f 係，跟住濕數落去。而家唔會出到咁淺㗎啦，即係你記住一樣嘢，唔會出到咁淺㗎啦。不過我為咗過渡咧，我就迫於咧，就即係點都要整啲淺啲俾你彈啊。好，即係全積成一個開方 x 加 h 加二。下面唔使爆開嘅，上面就爆開佢。我咁早理佢。俾我睇下。
上面爆開咗，變咗做 x 加 h 加二減 x 減二。咁減曬之後咧，約咗㗎，剩翻 h 嘅啫 ，h 同呢個 h 約咗，所以其實咧，你等我一陣先啊，就變咗呢、這個。好啦，多啦，最尾出嚟個答案係。就變咗下面兩個開方 x 加二啊，好就呢個答案啦。你直接知佢都係知道呢嚿數出嚟嘅。好啦，我停咗佢先啊。sin 嗰個嗱 ，sin 嗰個咧我叻咗佢做 fx 先啦，唔寫多次啦。limit h 趨向零，呢度兩種方法都做到㗎。你拆個 size 嘅 combine angle x 加 h 都得嘅，或者用 size 減 size，size 減 size 呢條公式 ，size 減 size 呢條公式。方我看唔得嘛，陳志滔。二，嗱你只對翻啦。我哋咁早嚟咗啊！我俾你做住啲先好唔好啊？二 cosine。兩個加埋 over 二，就 x 加 h 再加 x， 即係2 x 加 h over 二，跟住咧就係 sin 就相減就 h over 二，好係咪係咪咁樣先 ？O 唔 OK？ 好啦，嗱留意呢兩嚿嘢可以 combine 埋一齊㗎，呢兩嚿嘢，呢兩嚿可以 combine 㗎，不過你要整多二分一俾佢攤先得啊！嗱我用紅筆整個二分一俾佢。嗰、那個框咗嚿嘢其實一嚟嘅，呢嚿嘢一嚟嘅，因為敗呢嚿嘢。佢兩個一致咗就得噶啦，好，咁跟住約咗約咗，所以 cosine x 係嘛？好啦，呢個嗱，叻咗做 fx 啦 ，dy over dx， 連埋 h 出向零 ，fx 加 h 減 fx， 擺落去 2x 加 h 減 2x。抽個 E 嘅 2X 出嚟啊！好，阿黃爺，呢個如果要配對嘅話咧，我俾個 remark 你先啊，就要擺呢條公式噶。好，要整到整嚿咩上去先可以等於一噶。嗱，呢個 power 2X 啦，係咪？咁即係你要配對呢個就變咗做。二係咪？要整個二落去，咁呢個嘢變咗一，所以再就變咗二二嘅二 x 嗱 ，make sense 㗎？你睇到即係其實 d 呢嚿嘢等於二嘅二 x 啊，好勁到嗰啲呢條嗱呢條咧唔好即係不能夠啊，不能夠將佢將呢個數咧壓個 x 係零落去啊，不能夠將呢，因為呢個係 f pi x 嚟嘅呢嚿嘢啊。就唔可以將壓個零落去啊！其實 in general 係唔啱噶，所以我哋要計呢嚿嘢係要好啊，黃爺要點啊？點問？聽唔到？點樣代代呢個 x 係零？唔係你讀得靚啲先，點問？係。係。好，阿多拉要整個咩上去平衡佢？上面整個二，咁所以答案係二。
嗱，你會問，喂，我唔代佢零 x 代零都等於二啦，係咪先？唔係㗎，嗱，唔係㗎，即係呢啲即係冇呢啲歌仔唱㗎，即係總言之，如果你寫咗呢個咧，人哋會當你錯嘅。好 ，OK 未？下一條，嗱，2019年嘅題目啊，佢叫你計咗呢嚿嘢先 ，f(x) 就係呢個 f 一加 x 減 f 一，咁我照計啦。塞落去咯，即係十一加 h f 一係幾多咧？十下面係十個，即係一嚟嘅，咁即係通分母嘅啫。其實需要就係七加三一加二 h 加 h 二次，上面就十加十 h。減括嗰嚿嘢，好，嗱爆開佢呢度咧就三 h 二次六 h 七加三係十，上面減三 h 二次。跟住呢個咧係六 h 十 h 減六 h 即係四 h 二次，四 h 唔係四 h 二次，好啦，十減呢個七再減三即係零冇咗，好，跟住阿多啦 f pi 一即係點寫要 f pi 即係呢個 x 乘以 f 一加 x 減 f 一咯，唔該曬你啊。好，嗱上面吊擺呢嚿嘢上去，再乘 u 和 h， 咁約咗佢先，約咗呢個 h 啊，咁跟住開始 take limit 啊。喂，有多樓，我想問咧，點解呢度唔係抽 degree 最大嗰個出嚟嘅，反而係就咁代數落去？原因係咩原因？嗱，呢個係純粹即係for interest 問下你嘅咋。哦，好奇喎，因為佢出向零。係啦，因為出向零，答得好啊，因為佢出向零啊，佢要出向無限就停啲問好啦，出向零嘅話就四 over 十，即係二 over 五，好搞掂啦，我停咗佢先。嗱，secant 六 theta 嗰個咧點做咧？其實我中意叻咗先啊。好 ，d theta 即係 limit h 趨向零 ，f theta 加 h 減 f theta， 做全部做曬。為什麼突然間做得那麼快呢？因為我剛剛回到那次，你等我一會好嗎？我說完這條我告訴你看。好，喂，黃瑩，現在去到這裡應該怎樣走這條路？轉翻做 cosine， 跟住就好，跟住通分母，跟住咧。甚至是用是深度波的，唔該曬。嗱，扣曬減扣曬條深度波的呢條啊，呢條有個負㗎，
負二 cosine sin sin 負二 sin 兩個加埋，即係十二 theta 加六 b 六 h 除以二，即係六 theta 加三 h， 即係 sin 減嗰個負三 theta， 唔係負三 h。好，留意啊，因為呢度有一個負嘅，呢度有一個負嘅 ，sin 嗰個負可以掹出嚟，變咗佢嗰個即係同佢一對咗㗎，即係定咗變咗。有掉咗位啊，好，我調整翻啲嘢先。因為呢度係 3H 嚟嘅，所以呢度我配合翻就變咗 3H， 所以 3H 乘多個三上去，咁我框住嗰嚿嘢就變咗1嘅啦。變咗1嘅時候，即係6，六係咪？呢個變咗 sin。所以冇 limit， 我停埋 limit 啦。呢個變咗一，呢個變咗六，呢個變咗 sin 六 theta， cos 六 theta， 2t。我唔整 2t， 因為變咗呢個變咗 tangent 嚟嘅，呢個變咗 secant。好，冇分別㗎，冇分別㗎。總之你要攞到呢個答案出嚟得㗎。好 ，OK 未先啊，多啦你。喂，好啦，第六條啊，第六條咧就integer function嚟嘅。咁我哋俾條式佢，成條式叫做星啊。咁即係 defense sin with respect to x。咁第一嚿咧就變 e x。阿黃型第二嚿變幾多 ？e 嘅 y 次方嗰嚿會變。e y 係 ey 乘 dy 嘅 dx， 咁呢嚿 xy 會變係好 ，thank you 你好 ，dy 嘅 dx 直接寫翻個答案出嚟得啦，就變咗 y 減 ex over ey 減 x， 好 B 嗰條，阿多拉有冇問題？快啲啫。好嗱，B 嗰條要點做呢？如果你直接 D 佢嘅就好麻煩嘅，所以我呢條咧我一定會講咧，佢嗰咩叫 log 分 differentiation 嗰度咧，我要提嘅，就係首先 take 咗 log 先成條星。嗱 ，take log 嘅時候咧係咁樣 let log 佢啊。唔係而家 D 佢啊，唔係而家 D 佢啊，係拆散曬佢先，拆散曬佢呢個變咗負 ln x 加一，第一嚿啊，嗱呢嚿，好 x 減二嗰嚿咧就加二分之一之一，二分之一 ln x 減二，加二分之一 ln x 加三，好下面嗰嚿數就係減二分一 ln x 加一。阿多拉冇問題，冇呢兩嚿 combine 埋佢，嗱 combine 埋佢之後咧，其實變咗係負二分三 ln x 加一噶，記住佢先，因為我費事寫多步出嚟。好啦，而家先 D 佢 ，D 佢就變咗 u over y dy over dx。咁因為呢嚿係二分三嚟嘅，即係 D 呢嚿先，所以呢嚿嘢變咗負三 over 二 x 加一，呢嚿變咗二 x 減二。最後將個 y 乘翻過去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我哋冇 further 嘅 calculation 嘅話咧，即係冇 further 嘅計算嘅步驟嘅話咧，我哋就會保留住呢個答案就算㗎啦。除非佢有即係有啲嘢要再計落去啦，即係例如要揾個 boost 啊，要通分母啊，唔係嘅話咧就算㗎啦。咁呢個就答案。
所以呢個叫 logarithm differentiation。 好啦， logarithm differentiation 對付乜嘢比較會好啲呢？一堆嘢乘嘅，以乘嘅 form 出現，有 power 嘅，咁你用 logarithm differentiation 呢就會係較為恰當去處理佢個 complicated 嗰個問題噶。如果唔係話咧，你即係呢條直啲嘅由D元爆開咗之後咧，爆死你㗎。好，我呢個就答案啦。好啦，下一條。咁呢啲冇乜特別嘢㗎啦。好啦，呢條 equation tangent 啦 ，equation tangent 咧，呢條係呢條 curve 嚟嘅，條 curve 個鏈嚟啦。佢而家喺呢個 point 上面，而家上面嗰條 tangent 指緊呢條 tangent。呢條係 tangent 嚟㗎。但是呢我知道這部分 cut 了勾了絲的了，我講了條 normal， 因為我不知道你會幾時會有見翻的，我不知道要 cut normal。 normal 和 tangent 垂直的。好，我們計算 tangent 先，多啦，計 tangent 第一步是DH 先，即是見佢一鑊 D 佢一鑊，你很攰咩？精神一點，不一定你做不完的，抖抖精神啊。你嗰日咪做到好咩啊？我嗰日入咗大嶼山愉景灣玩。你啊，入咗大鄉里。大嶼山啊，咪入大嶼山就愉景灣嗰度咧，有少即係有少少度假 feel 咯。嗯。係乜嘢？你要你媽同佢去咯。冇時間。佢要翻工咩？好好好，你收檔啦，去去咗先算啦。你往時往年你年年都去旅行噶嘛？你而家冇有幾多年冇去過旅行啊？2020哦，我上次去咧，即係出香港嚟講，我係2019年到而家。好，嗱，跟住塞嗰個數字落去。2020年頭我都仲喺入邊啊！塞落去，塞個 X 係2啊！我仲要自己住喺入邊搭嘅。你媽冇同你咩？佢本身係 friend， 但後屘有 friend， 佢哋幾家人住一齊。即係我嗰時喺北河道，佢哋問我點解大玩住一齊，跟住我阿爸阿媽死怒咗，我就話好，跟住我自己喺北河道搭高鐵去。哦。好啊。咪呢幾年即係對香港嚟講，對香港嘅人嚟講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痛苦嚟嘅，可能。唔係，我覺得嗰個痛苦仲未即係未曾真正嚟到。好啦，而佢真係聽住就咁樣計啦，就紅色嗰條線呢條線啊，就寫翻靚佢就求其你中意寫咩方咪都得㗎啦，即係我唔會即係屈你機嘅。六 y 減六，即係 general form point slope intercept form 出得嚟啊！好，嗱，填咗佢先啦。我仲有一樣嘢，我覺得好，我好慘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我買咗咧，買咗$200嗰啲咧，喺香港買嘅，即係原來啲口罩菌含粉量過高啊！跟住屎食咗屎啊！佢依話依話買平咗。去日本、去台灣、去澳門都好。好啦，佢話咧呢度係嗱，呢條都係 curve 嚟㗎。隔幾年可以去賭錢添。P 係零二喺條 curve 上面，我亂嚟啊！呢條 curve 嚟㗎啦，我畫咗佢先。唔係喎，澳門係21/18。咩21/18？好似21啦。好 sad。我都入唔到去啦。好嗱，咁佢揾個 D one over this 咧，即係當 impedance 咁 D 佢啦。你好快㗎啦 ，defense sing with respect to x。好，第一嚿咧就用 2x， 第二嚿係 x。嗱，我唔考你呢啲啦，因為我其實我點講？我估計你哋應該都即係冇乜問題嘅。阿多啦，三 y 二次嗰度 b 咗等於幾多？六 y 加 y 二。係。我問。唔係我即係口多啊嘛，你知啦，我不嬲都即係多口怪噶啦。嗯。係咪啊？你媽咪成日都話我係咪先？嗱，我冇講過呢個嘢啊。好，你塞埋落去。塞個 X 係零啊 ，Y 係二啊。
佢呢條要揾個 normal 啊，即係揾呢條線啊。嗱，因為呢條係嗰條嗰時嘅 partial， 咁所以我講埋俾你。呢 normal 呢個，咁所以嗰條 equation 嘅 normal 係，就 y 減二 x 減零就等於負六啊。呢課熟唔熟㗎？阿 Poly 嗰度 MI 嗰啲，唔緊要咧，就我你坐上嚟，我同你講啦，上堂啦，好冇？但你要等等我先啊，我仲未得㗎。好，嗱，即點解我要安排你四五點咧？因為我知道我起碼五點先同我哋上完，所以我先安排你五點。唔係你可以再早啲嚟嘅，阿 Poly， 如果你早放學咧，你佢哋四點開始嘛，你可以三點兩點幾嚟都得嘅。好冇？好，得唔得呢個？唔好意思啊。好啦，呢條咁呢啲即係都係基本題目嚟啫，咁啊冇乜特別嘢要講噶啦。呢、這個計個 d over d x 同埋 d square y over d x square 啊，咁 y 係呢、這個，咁所以 d over d x 係左啲右加右啲左啦。好，咁有冇化簡？哇，頂有化簡喎，睇下冇錯先啊。好，咁跟住要計埋呢嚿嘢啦 ，d square y over d x square 加25 y， 佢想睇下佢幾多嚟嘅，咁可能會有少出人意表嘅嘢㗎。呢、這個即係十 cosine 5x 減25x sine 5x。加25 y 即係呢個，哇！哇，冇咗喎呢兩。成兩嗰個唔係最出邊，我點解？邊嚿成兩嗰個？就係五。我二十五嚟㗎嘛。廿五個成兩。係喎，屌！我當咗佢加。咩啊？係咪咁啊？唔係啊，意思係。唔係。冇嘢啊！即係你嗱 ，d 好 d 曬係等於哦冇嘢，你停咗佢。我以為我 shit 好啦，十 cos 曬。喂，冇理由呢啲咁樣數，我哋即係應該唔會係喺呢啲數上面糾纏噶嘛啲。好啦，我講曬㗎啦，咁我就俾你做下啲數，咁就我主要要你做曬 DS 嗰啲數同埋。我額外加多幾條嗰啲普通數嘅啫。你講邊條？我點都計到二。個 min 啊？係。即係零乘三加一乘八加二乘五加三乘三四乘一喎 ，over 幾多？零加。加？屌你！分母係 b 群點 over？三加八加五加三再加呢個啊，阿哥哥得唔得啊？咁樣啊？